张老板是不是搞错了？他是我们叶家最没用的赘婿。我詹守业请客吃饭，什么时候轮到叶家吃？还有，今天我送你的礼物，也是看在这个的面子上，施舍给你。哎，詹总，您消消气儿啊！叶家人不懂事，让我来伺候你。你个废物，这是干嘛呢？好，赶紧出去。嗯。敢对我的贵客无礼，你们家是不准备在海城混了。他想吃就让他吃，但是没资格上桌。拿上你自己的碗筷，搞明白事情。你们真当我明天在海城非得看你们詹氏集团的面子吗？怎么瞧不起我詹氏？那上京的把他们都赶出去，我和詹总有事要谈，平平就行。放开，老子自己走。你个废物，给老子等着。